别人家男朋友会做的，你家男朋友都会做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知识考饭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一勺酱油提鲜，搅拌均匀，往里铺一层保鲜膜，放入适量的米饭，像这样旋转一下包起来，记得要包紧一点哦。每一个饭团上来一片芝士，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，用芝麻点缀一下，就可以进烤箱了，180度10分钟。融化的芝士搭配着微焦的米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